跟住翻到嚟八二随机版啊，咁我而家咧就手头上有好多精灵要进化，有两只啫，系啦，唔多啊。一只就系过冻丸啦，因为我之前讲过呢一只咧进咗化咧，可能都好劲下嘅。咁嘅特性系冰冻身体、冰巨身躯啦，就唔知佢进化会点啦。佢就36咧会进化，而家技能咧有爆裂拳、苏醒巴掌、碾碎同埋滚石嘅，其实都 OK 嘅，系啦，呢四招咧都可以话系有用嘅，对佢嚟讲，冇错。咁我哋转睇第二只啦，佐罗亚克白色衣幕啦，然之后系能量球破开自斩，冇咩分别嘅，呢个都攞啊，冇咩分别。系啦，而阿六沙就迷呢个迷分拳啦，冰针骨头狐狸边同埋龙级嘅。另外鬼斯通咧，佢铁拳嘅特性之后有招近身拳击嘅，系咯，劲搞笑，我觉得劲有趣。明明之前嗰只冇嘅，我记得系啦。好，咁我哋去直接出面进咗化先，因为我都喺出面练，喺呢个位度练嘅啫。哦，呢只就好啊，可以即刻打死呢只。好，啊震下教细声啲先哦。好 ，OK， 尽快就嚟得啦。尼多拿照练。好，呢度就用苏醒巴掌。啊，冇啊，去死啊！揸格冇啊，得搞掂，进化。好，过冻鱼进化，请驾王天使之吻。边个想要你嘅天使之吻啊，大哥？要唔要好呢？嗱，好老实讲，其实爆裂拳我唔知劲唔劲啊，不过天使之吻都唔学住啊呢度。我放弃啦，好嚟啦，睇下啦，呢只系咩嚟咧？咩特性呢？噔噔，一般皮肤使出全部，哇！呢招劲到黐线，我同大家讲，请驾王呢只神兽级变咗，我同大家讲，一般皮肤所有变成一般属性咧，基本上呢。即系话你所有属性都变成自己属性咁样，即系譬如啲爆裂拳啊或者苏醒巴掌咧，自己呢个普通特性，普通嘅性格，似马筋，普通嘅属性，然之后咧再60再乘翻自己一个嘅属呢个属性嘅修正系啦，咁即系话咧，使出嚟嘅攻击咧就会更加高攻系啦，简单啲就咁讲啦，系啦，我讲紧有啲差，总之就系超强嘅技啦。我终于有只神宠啦，系啦，终于有只神宠啦。嗱，唔知鬼斯通可唔可以学到佢啦？鬼斯通嗰就嚟进化啦。好，咁嘅话用超人怪啦。好，而家大部分嘅怪嘅宠都几劲下嘅，冇错。35啦，鬼斯通。啊？啊，唔系我鬼斯通系37，唔好意思啊，我成日都记错咗。好，唔紧要。哇，真系嗰只咁嘅请驾王进咗化之后。即刻可以做主力啊！我同大家讲，即刻可以做主力呢只嘢。好，而家就要打呢一个嘅呢个叫咩团啊？等离子啊，等离子团，你唔系想赢到我嘛？吓、啊，唔系赢到我啊！我求其巴掌你都玩完咯。呢啲咁嘅想赢我？我全部技都用巴掌同你讲。好，居然俾我打赢，真系耻辱，正蠢材！你系俾我只请驾王杀咗啫。好，等离子团对我嚟讲已经唔算乜嘢，哎呀，应该滚石系唔中嘅而家，系啦，滚石唔中，因为变咗普通技。有六杀，好，冰针，系三下，射咗佢三下，好，利多转只鬼斯通出嚟食惊先，好紧要呢样嘢。其实呢只我杀得死嘅，应该系嘛，地面技。喂，影子偷袭你都几串哦、啊！你阿洛沙火拳、迷魂拳搞掂，好。嗰阵上嚟咧，上头有命令话要咧重点搜索嗰个道馆哦、啊。嗯，乜你话？唉，估唔到咧，我都要喺呢个严寒中战斗。算啦，只要喺度等呢个战斗，我就咧要活着。大剑鬼水系啊嘛，好啊。苏醒巴掌。喂 ，level 问题啊呢度，碾碎先。好，之后就用爆裂拳中啊，唔该。唉，没有打中，真阴功。唔紧要，而家六杀，狂风几劲啊，招狂风。迷魂拳，好36啦，冇学海牛，冇学海牛就用草技，草技就用齿轮。我齿轮52咧，原来已经。因为之前不断系咁升咧，所以咧 level 都几高下而家次轮，好准备啦，打多只就进化啦，鬼斯通，次轮怪，火焰漩涡，能量球，尼多法，
你都发能量球，搞掂。仲未好强嘅训练师，但系咧好擅长运用精灵啊。咁啊先撤退啊，最中意冻啊。合众地区全部冰封嘅样咧，试谂一下。为此咧，无论如何都要得到基因。哦，真系多得你啊！都感谢你喺战呢个前线战斗嘅精灵，呢啲系心意喎。好呢、這个基因啊，就系好彩冇攞到等你指示。果然收埋喺道馆入面啊，原来咁呢个主意唔错，冇下家就入唔到去，而下家又可以话系最强嘅门卫。改造精灵道馆就系呢个原因啊。但系呢个基因我收下啦，估唔到居然会利用到七贤者嚟揾我啊，揾出呢个基因嘅所在啊。唔俾达成嘅十波嘅手段我都要达成啊，夺取人心我、啊、要。好，我走啦。呢度啊，唔喺附近佢话，要揾佢。我回咗血未啊？回晒血。我但我唔想理住我。诶、欸，你可唔可以攞一翻基因？我冇谂住同你打喎、啊，其实苏醒巴掌。仰头唔使啦，仰头唔使。含收包，快刺通，转重，齿轮，打埋啲嘢就可以进。哇，唔系话瞓觉，杀靓，蜥蜴王照杀，好紧鬼啦，准备紧鬼系咩样？好想知啊！好紧鬼。好好遗憾啊，攞住基因嘅其他同伴啊，时间都争取到啦，咁就再见啦。点会咁㗎？已经做得好好啊，大嘅系我实放气响气啊。好双龙士，有麻烦记得联系我啊。好下家先生冇千年啦嘛，而家接替做道馆首领啊，唔错啊。好多谢夸奖，呢啲嘢呢下次再讲啦，等嚟子队嘅潜伏位置差唔多查清啊。就係、是、呢个青海波士啊。清波户好伤龙士，千祈唔好眼嚟佢话。好，可唔可以从等你之上咧保护到精灵啊？每人都有自己嘅想法，唔应该由等你之团咧擅自做主。好紧张啊！我唔想听啲废话，我净系想知道我紧贵系咩特性。嘿，哇！完全唔可以话系劲，又唔可以话系废嗰啲特性吓、啊。哎呀，咁但系我唔想用嗰啲，我真系唔想用，搞到我而家，唉，唔用啦，唔用啦，紧鬼。唉，都系而家暂时最劲咧，我身上最劲系呢只请假王啊，因为咧你见到佢性格147，特攻171，佢呢度全部变成普通技，即系话咧，其实我有啲可以掉走啦，譬如滚石呢招掉得走啦，系啦，咁我再配啲技俾佢啦，睇下有冇啲劲啲嘅技，好，劲啲嘅技，睇下先，呢啲唔得啦，我要全部密攻技嘅，特攻得唔得其实？特攻71都系咯，减我啦，嗯，劲力都好用啊，80攻。有冇啲普通技超劲啊？斗前提升自己攻击力，发泄自己不满，毒击。其实只要物理技得噶啦，冇乜所谓。冰针学到喎，但系冰针如果佢唔系冰技嘅话，就真系好渣噶。一字渣一定唔使啦。喂，真系冇流星拳学唔到啊？哇，学到掂啊！流星拳学到得啦。85命中，虽然咧系命呢个85命中啦，但系有机会咧提升自己攻击嘅，所以咧我梗系唔要滚石啦，系咪？佢睇下有冇啲特呢啲技俾佢啦，呢啲学多得啦，学到呢啲加攻击力嘅技啊，唔系呢，唔好意思啊，呢、這个要睇入面喎，唔应该睇出面。佢咩提升攻击力和特攻系废嘅呢啲，三个攻击呢啲唔使啦，跟我来，力量补射。装空中杀，仲有啲咩？有冇啲加攻嘅力嘅技啊？降对方防御，唔系有呢个瑜伽姿势嚟嘅。瑜伽姿势好似系睇一睇先，净系加防御啊？吓、啊，提升哦！我知边招啊？呢招 OK， 瑜伽大师嗰只个招技。咁样嘅话，爆炸爆裂拳可以唔要啦，爆裂拳可以唔要得。
进一步提升自己攻击力。哇，我觉得我哋真系神兽而家，唔系讲笑，劲过神兽而家。如果嗱，而家就可以睇翻请假王，如果唔系偷懒特性系有几劲啊？虽然我啲技咧就系、是、比较乱嚟嘅，但系你都可以睇到啊，冇错。好，我哋继续过啦，应该系呢一边系嘛？冇记错，冇行错。喂，唔好阻住啊，大佬，系咪呢边啊？诶，唔系呢度喎，点样过去先？呢度首先，哦，过到去，咁烦呢度要过去吓、啊，哇，好烦喎，过呢度，喂，点过喺度啊？我咁样过去 ，OK， 啊，又要打，好啊，惊你，未惊过，苏醒巴掌，碾碎。呢度就流星拳啊！哎呀，死仔包流星拳，好完全唔惊我而家一嘢碾碎嚟，哇大镬要走啦呢度，齿轮，哇自我再生，呢只有自我再生，好嘢喎，我要快啲回血啦，快啲回血，快啲回血，哇仲未有回血呢度，哎呀食招再撞到人添。两只重落天流星拳，好打下搞掂，哇仲加攻添，头先见唔到，太劲呢招实在，流星拳好一路过啦，睇下咩重足之后再揀啊，暂时唔知啊，我都呢度点样过去啊？哦，再过多一个阵要，好呢度过呀，好似唔系。点样过去路？哦、啊，落咗呢度先，北边。我呢度穿个隧道会吧？边个隧道啊？呢、這个啊？定系叫我上去啊？死啦！都冇留意到佢讲咩添。呢、這个啊？唔知道，照行咗先。应该是这个吧，隧道是这个啊，哦是啦，是这个，哇好厉害，哇挺震撼，其实当时来说这个挺漂亮的，这个景是啦，所有都有东西动，你看到上面有水母啦，还有那条的不知道什么鱼啦，是啦，不记得叫什么名字，好冲过去啦，好来到啦，车开波，基因你一定要攞回来，所以你呢首先战胜个道馆首领先，哦好啊，打首领啊，先回过去先，俾你睇下我只普通系几咁强劲，可以俾大家睇我只普通系几强劲，可以俾大家睇请假王究竟有几强力，147攻，37你有147攻，劲到黐孖筋啦！哦，水系啊呢个，啊出咗游水喎，佢话条友，咁我点样去啊？嗯？要找道馆首领嚟噶，诶呢条友啊，去道馆等我，好啊，打交啦又揾佢，点啊呢、這个呢、這个，哦嗰啲荷叶会喐嘅，整咗树叶嘅感觉会点啊？只要你咧话俾我听，我就可以，只要你赢多就话俾你听，好情报，一拳揼死你啊呢条友，再嚟揼死你，赢波。狩猎凤蝶，一拳揼死你啊！狩猎凤蝶。搞掂，完全系神兽级喎！而家呢只唔系讲笑，真系唔觉得笑呢只而家。好，五重系啊，流星拳，流星拳，流星拳，哎呀咁都唔中，死仔爆碾碎，碾碎又系屈机嘅，对方越高攻，唔系越高血越高攻，我都唔知咩道理咁鬼劲嘅招技。你打埋呢个先，一定要打啊！学下其他技嘛，我唔知你，我唔知呢只嘢可以学到咩技。哇，时间咆哮，你都几犀利噶。好，樽果球，照冚，黑神速。哇，痛到呢，好唔理啦，走。咦，唔得喎呢度，咁样，哦系啦，咁样，咁样，好打咗呢个先，破坏性嘅能量。碾碎，哇！39咧，碾死只47咧嘅，冚佢，点完流星拳，流星拳，
喂，唔系话闪避啊？超量怪点完？岩崩，岩崩，哇系咁点住条友低能。好得啦，去到呢度。盾甲，苏醒巴掌，苏醒巴掌。可能我要翻去回一回技，如果唔系我肯定唔够技打佢，破坏死光。要翻去啦，我嘅主力死咗啦。而家开始嗰只嘢系我嘅主力。独角虫，你系六杀。冰针，靓针，点样翻去啊？呢度我都有考虑紧点样翻去呢个。咁样，哦，咁样就过到嚟话，唉，算啦，唔使啦，直接打。齿轮怪，哦，咁快嚟到，睇嚟几强喎，开始啊。好，水冲，一个岩崩砸死你啦。哇，寄居蟹，唔紧要。有能量球，能量球，哇！恢复攻击啊，中毒唔系嘛？我都会中毒。照用能量球，极光速能量球，再嚟极光速，一个能量球车死啊！咁都未死，车死佢啊！食药，岩崩。啊，早啊，应该用岩崩啦，黐马筋啊，真系俾呢个徽章我。哎，第八个啦，已经好神秘力量，唔知有咩用。去边啊？佢啊？去咗边啊？佢啊？好，可以挑战联盟，不过要首先解决等离子队喎。哟，嗰个等离子搞咩啊？等离子咧就将我妹，唔系将人嘅精灵抢走，统治世界嘅坏人啊！你唔知咩水冲？我喺大海生活，完全冇咁兴趣，觉得等嚟只系玩马否？哦，唔系啊，即使系咁都要对战啊！咁你就记住你讲嘅嘢啦，自己想做咩就做咩。好，一定唔可以大意，去二十二号公路啊！好，记住先，二十二号公路。好，但我净系想捉，净系想知边度有精灵嘅，有啲咩劲精灵，我都未捉到鲤鱼王同埋二十二喺边啊？隔篱，点样去啊？二十二。二十二系咪上去先啊？要呢度啊，系嘛？我好似喺嗰边过去，好复杂呢个位其实。呢度，哦系啊，得啦，二十二，打一条先。火爆喉，哎呀，点解我系呢只噶？喷火，艾露雷朵，请假王，碾碎。一年就必死无疑吧，有谷草叶有啦，隔身破格啊，我知啊，又嚟，其实可以捉嚟进化，就快进化头先嗰只，哎，龙龙岩，落天，我一定唔会帮佢进化龙龙岩，吸本小丑，啊，将波倒先，我用快速球，应该得啊嘛，呢啲咁渣嘅应该一定得。波波足四十呢可以练进化两次，哇！回心添咩噶？回心一足，草炎有啦。其实呢都可以足，39呢，39呢可以即刻打，即系升两呢佢即刻进化。虽然39呢开始升呢嘅比较难啦，诶，算啦，你既然唔入嚟，我都唔勉强。哇！沙漠内啊，哇！真系放沙啊，沙漠内啊，其实唔系咁好，系啦，沙漠内啊放沙唔好。因为会打到自己，哇！费尔托斯照捉先，哎，好再捉下，睇下啲咩精灵啊！龙龙啊，都系可以唔使捉。乐天，哇！42咧呢只，使唔使咁高咧啊？呢度唔知有咩精灵咧又。哎呀，我呢个蘑菇气压定气闸啊，我睇唔到个字，唔知气乜鬼。羊马，一字斩，铁头，直接捉先呢度，快速球。哎呀，争少少呢度，真系争少少，应该闪麻雀一下佢就搞掂。哎，可惜，哎，仲踢死我呢尾。转翻你阿六沙先，诶，吸本小丑可以睇下咩能力喎？
不会进入麻痹。唉，又系呢啲巨大的禁珠，大牙利捉咗先，啲嘢捉到啦啩咁渣。唉，得即刻捉到呢啲咁细只，一定得。喂、哎，只神兽、啊，代拉基翁、啊。哎，阿哈罗马、啊，守护精灵咧不受人类嘅战火蔓延嘅其中一只啊。好，对抗训练啦，等先，你想要同等离子战斗、啊？呢个东西送俾你，阿哈罗马机器，乜鬼嘢噶？二十一号道路咧，见到令我想翻去四号公路嘅东西，咩意思啊？真系唔知道，走出去莫名其妙嘅有，我唔理啦，继续行啦。呢度好多精灵球，肯定有啲嗰啲蘑菇，系啊，死人蘑菇呢啲，又系龙龙岩，龙岩唔理，打都唔使打龙龙岩，真系。咁其他，诶、欸，猫老大。猫大要捉，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技能嘅呢啲。好，呢条打咗啦，脱壳，都系嘅脱壳忍者冰针。啊，奇异守护啊，佢都系，咁啊死啦，要转重呢只喷火岩笔。哇，帮我回血正。OK。十字切唔使啦，铁面忍者照用啦，岩笔唱歌攻击，好走啦。深色嗰啲树诶，嗰啲草丛我暂时未捉晒啲精灵，应该系啦。仲有念力土啊，我捉埋一次就捉晒，喂咁都捉到，进化体都捉到，犀利啊！两只添仲唔打，唔好再出啦，唔要念力土啊！羊马，羊马都可以捉，捉，哎呀，咁都捉唔到，哎呀，捉唔到啊！唯有打，唯有打一打先，冰针，哇，好在留一留，我停嘅，如果唔系杀咗佢啦会，呢度时间球啦，哎，咁都唔得，等耐啲先试下。今次用个高级球先，高级球都唔得，搞掂，好过去啦可以。巨大洞穴有啲咩？诶、欸，等离子团、啊，啊，唔使打嘅呢个，定系冇得打？即系点啊？唔实冇得打定点咧？我都唔知道其实。推石呢度，哇！呢只镰刀，冰针，冰针唔痛，骨头咧，骨头痛。化飞，化飞梗系用冰针啦，仲使讲，吉死你。好 ，OK， 好，唔理啦，翻去回先，顺便睇下咩精灵。好，咩特性？掉走咗只吸管先。哇！爆位啦，已经劲多只。好，白色烟幕由远睇咗啦，呢、這个好瑜伽神力加工嗰招系嘛？系啦，加工嗰招激流毅力恶臭，点解成日都恶臭啊？想知佢哋啊？好，今集嚟呢先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